小路紧透右转，驶入左侧市匝立交桥上高架，向行前方行人穿行，右转后靠左行驶，前方匝道限速30，建议减速。前方有行驶缓慢路段，请注意控制车速，亲爱的，怕你等着急了。我给你讲几个笑话，开心一下。即将进入行驶缓慢路段，长度1公里，预计通过时间3分钟。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，长度900米，预计通过时间3分钟。亲爱的，堵车你不许不开心，有我在你身边你还不开心，小心我打你啊。注意，100米后右侧边站，请提前减速观察。3.7公里后，进入山昆高速，往机场高速方向。前方6.8公里，山昆高速有1.5公里行驶缓慢，预计通过时间3分钟。450米处有雅仙拍照。前方拥堵，请提前走左侧3车道。保持主路直行，不要上坡，走左侧3车道。200米处有雅仙拍照。
前方右侧边站。前面小心避让右边回入的车辆。400米处，右减速巴士拍照。桃店一公里后，靠左直行，进入上昆高速，往机场，机场高速方向。400米处，又连续压线拍照。前面小心避让右边回入的车辆。请保持主路直行，走左侧三车道。50米后，靠左直行，从 B14出口进入上昆高速，请沿左侧车道行驶。600米后，靠左直行，上坡，进入上昆高速，请沿左侧车道行驶。前方急弯，请减速，此处事故高发。请减速，即将靠左直行，上坡，进入上昆高速，往机场，机场高速方向。靠左直行，上坡，驶出当前高速。前方匝道内有急弯，注意提前减速。您将在高速上行驶17公里，随后从17出口出高速，往成功、起点、石龙路方向。即将经过事故多发路段，请谨慎驾驶。4.6公里后，三岔路靠最右侧行驶，往昆明南站、玉溪方向。600米处，右压线拍照。
方 U 型式患难路段，请注意控制车速，堵车的时候不妨听听音乐。600米处优限速一般和应急车道监控。6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请保持左侧陕昆高速行驶，走左侧四车道。请保持左侧行驶。1.6公里后，有距离向近的出口，注意观察，别走错。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，长度1.5公里，预计通过时间3分钟。小度提醒您，请注意，2.1公里后，在第二个出口三岔路靠最右侧行驶，往昆明南站，豫西方向。前面小心避让右边汇入的车辆。前方6.4公里内有多个压线拍照，6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当前出口请保持主路行驶，然后在下一个出口靠最右侧行驶。
前面孝信抵让右边回入的车辆。直行通过第一个出口。500米后，在前方出口三岔路靠最右侧行驶，请走右侧两车道。前方急弯，请减速，此处事故高发。290米后，在前方出口三岔路靠最右侧行驶，往昆明南站，豫西方向。前方三岔路靠最右侧行驶，往昆明南站，豫西方向。前方匝道内有急弯，注意提前减速。600米处有限速120拍照，亲爱的，限速低端，降低车速，不要被拍到。前面孝信抵让右边回入的车辆，青岩昆摩高速继续行驶11公里。保持主路直行，前面孝信抵让右边回入的车辆。高速较劲提醒，前方1.3公里昆摩高速事故多发，注意减速慢行。保持主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请保持主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孝信抵让右边回入的车辆，600米处优限速120和违章拍照。
450米处，悠闲速一般而是拍照。前方5.6公里内，又做个压线拍照。请保持主路直线，走左侧三车道。4.9公里后出高速，往成贡起点石龙路出口方向。前方5公里内又多个违章拍照，即将经过国税路面。请保持主路直线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前面小心避让右边回路的车辆。即将经过事故多发路段，请谨慎驾驶。提醒您，请注意，2.2公里后靠右前方出昆莫高速进入石龙路，往成贡起点石龙路出口方向。前方1公里后右长实线，请提前走最右侧车道。1.1公里后靠右前方从石岐出口出昆莫高速，地面有长实线，请提前走最右侧车道。前方200米后有长实线，请提前走最右侧车道。前方急弯，请减速，此处事故高发。前方注意横风。550米后靠右前方
出高速，前方200米后右创视线，请提前走最右侧车道，请减速，即将靠右前方驶出当前高速，望成功起点石龙路出口方向，靠右前方驶出当前高速，望成功起点石龙路出口方向，随后250米右转，190米后在道路尽头右转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在道路尽头右转，即将绿灯，准备起步右转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所有车道都可通行。150米处右闯红灯拍照，200米处右限速40拍照，不要怕限速拍照，跟着我缓行通过，保持当前车速，可绿灯通过路口，当前时速35，限速40。380米后红绿灯直行，请走左侧三车道，超速通过，时速47。前方红绿灯直行，走左侧三车道，300米处有公交车道监控，请留意当前车道。即将绿灯，准备起步，请直行。